时候，我们开发了我们的校园 APP， 那缩短了我们师生还有这个老师们之间大家的一个这个跟家长的一个联系。那现在我们又把它升级，让这个学生证变成数位。那通过这个学生证，孩子的进校、离校，那以及呢他在外面也可以有这个，在学校里面还可以借书，还有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公车的一个这个搭载啦，以及我们MUMO 的一个这个借用。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一个弱势孩子们的这个数位餐券等等。那透过这样的话，更能够掌握孩子的一个这个去处哦，以及那个孩子的一个这消费的一个状况。那在这边还是再次的谢谢我们这个蔡处长带领团队大家的一个用心。那也要谢谢我们议长、副议长跟所有议员对于我们预算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在中部地区走在前端，让孩子们也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享受科技的一个这个红利。足球队历年来呢，在我们国内哦，从现赛一直到来彰化县数位学生证，赞！给中间一个画面，好，让你有三秒钟的时间拍起来。哎，待会呢，就拿我们手上的卡片对应前方的灯柱，闭一下就可以了。准备倒数，五、四、三、二、一。正式启用，谢谢。准备倒数，五。